吼，嘿啦，好啦，我会加走水饺粿哦，大家食啦吼。嘿嘿嘿，好。哎、欸，下晡三点啦，国小门口。啊，对对对，这期咯，迄个啦。好好好好好，好，拜拜。过来做礼品服务啊？系啊，啊，都有一个老大人哦，伊个脚受伤啦，无方便，我着约几个较热心的礼品去因兜哦，顺便家个迄环境小打扫一下啦。哦，啊，刚说到啥工？免啦，真正久啊，足暗的呢。恁妹仔早起已经陪我去打迄个黎明广告啊啦，啊，恁爸爸嘛去公司加班啊啦，干那你啦，每届放假拢放假安尼日头晒到床才起来，真正是。哎呦，迄是你唔知道平常时做工课哦，我尔无用，我爱蹲点，爱跟拍，等下再等晚就是啦。佮主管嘛，麻烦我继续写稿呢，我若无趁假期时啊好好困一下，我真正爆肝好无？嗯，对对对，拢你讲的，你有聊聊，咱隔壁迄个囝仔子怡吼，伊透早就咧甲伊妈妈照做生理啊啦，敢那你啊，讲到遮尔人，佫敢讲？阮工课内容也无共款，免来当相比啦。总讲一句啦，就是你啦，甲我这后生哦，实际上上过将子。我现在总算体会到，啥物叫做操劳。我甲你讲啦。平常时哦，你无闲起起啊，拢困无够。啊，拜六礼拜，佫困到遮尔啊，你爱加一寡时间给费去啦。来啦，妈妈甲你讲啦，吼，你看啦，今日天气遮尔好哦，爱着计划一个带费婷出去啦。我是安怎带伊出去？来，你毋是咧约费婷？哦。拜托，较早恁爸爸咧遛我时阵，迄放假拢嘛带我出去耍，安尼才遛会着妈妈啦。哎呀，啊恁若真正哦，遮尔啊介意费婷哦，你要甲人遛，你着爱好好用心去遛，对不？春梅阿姨，耶，阿姨，阿姨啊，阿姨，你头拄讲啥？你讲一凡咧遛费婷哦？你听唔着？哎呦，你说啥啦？啊，你甲费婷两个人拢是单身，对不？哈，免客气啦，你咧往遐正大光明甲聊啊，真有眼光哦。哎呦，遮尔活泼，佮遮尔大方，两个人真速配呢。哦，好，是啊。那是阮后生会用带着费婷，我即个做妈就放心啊。哎呀妈，你想想远啊，阮起码只是哦友达以上，恋人未满，阮只是好朋友尔啊。哦，无怪，我拢一直咧想讲，是安怎你会定定在阮公司找费婷？原来是安尼哦。啊，我想恁两个人应该差不多要做伙啊吼，生意办恭喜呢。我恁不是收着，我代志来处理。我先来，拜拜。来，哎，美满，我拜拜哦。啊，拄则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拄则恁总经理甲李克勤走去找阮嘛，所以着，因拢知我伫叫你。你搁笑会出来？哎呦，害啊啦！李克勤一定会甲俊杰讲的啦。哦，我想要俊杰误会啦，要安怎才好啦？误会？我想要俊杰误会啥物？无啦。你啦，早知影哦，都莫答应你。哎呀，啊，何俊杰知影嘛好啊，好定会知影哦，有人在叫你，伊就感受到心酸的感觉，然后伊就反过头来叫你啊，啊。林慧婷、陈一凡，哇，恁两个人真足够长的哦，拢安尼偷偷来。啊，不过其实我感觉恁两个人真足速配呢。只是慧婷啊，你是千万唔通因为甲一凡在谈恋爱，就去耽误着你甲俊豪的新产品研发哦。啊？你甲一凡怎么做诶？无。当然嘛无。你到底知影友达以上恋人未满这背景是什么意思无啊？我知啊，就是伫咧搞暧昧。白痴哦，意思是，阮的关系是比好朋友较好，也毋过毋是男女朋友。哦，唉，啊毋过我想哦，即卖一定有人哦心情足压杂的，
就想要把陈亦凡一脚踢出外太空，哈？你安尼看是要创啥？我停要到怎搞，我迄时会注意。哦，你想好是遐尼啊有度量。慧婷啊，啊你甲陈亦凡两个人那是厝边，又搁是青梅竹马，以后你那是嫁好伊，哇，你要回去后头厝，真正足方便的呢，到隔壁就好啊。啊，我也感觉你比我较欢喜啊。看到你找到遐尼啊好的归宿，我当然嘛欢喜啊。哦，你这就超工的呢，我就讲过啊，我甲陈亦凡不是男女朋友，啥样就听无啊，而且超工一直讲一直讲一直。俊杰。喂，俊杰，啊，你暗时啊要约我吃饭哦？当然嘛好啊。哎呦，你放心，我已经想到办法啦，我一定会替你赢黑副总的位置。嗯，好，没问题。好，好，拜拜。啊，可是暗时你跟俊杰在吃饭时阵，你才来我一定替你甲伊讲，你甲亦凡做伙。OK, no problem, bye bye. 不然没耶，没耶啦！哎呀，你别当那讲啊，这点不是熟悉啊，你可惜。喂，陈亦凡，你看啦，你可惜一点，跟俊杰我别讲了，今晚是要怎啦？哎呀，你放心啦，阿顺俊杰直接问我，我就改讲，我标准这么高，就要来看你，看到你，安尼唔好啊。就等我。陈亦凡。啊。我来做事了。啊，拜拜，拜拜。哎，陈亦凡，陈亦凡，你是看啥啦？无啦，我是咧看你讲吼，今仔日是要做个新产品研发，啊，你即摆心不在焉，你敢顺便加班哈？我哪有啊？我是在烦恼李可欣对俊杰有白讲。哦，所以你真正无甲亦凡做伙哦？当然嘛无，我甲陈亦凡哦，就参像我甲你同款，是普通朋友。好，我真无代志啊。行，咱来找灵感，看咱新产品要做啥物。